我大清的祖训，折子是不能留中的。你怎么知道，真要把这些折子留中呢？那您就赶紧批呀！你说说，该怎么批呀？雷霆雨露莫非天恩，皇上您想怎么批就怎么批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不能把折子给淹了。这是雍正王朝中老八和雍正的第一次正面交锋。话说清流党联名倒天，雍正在十三爷的劝说下。 最终压下了胸中的怒火，但事情总得解决。雍正熬了一夜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随即来到军机处。怎么都不说话？不是吵吵着让朕到军机处来议事吗？一阵沉默过后，隆科多率先开口：“请问皇上，这百官联名上奏的折子什么时候能够御批下？”显然，隆科多被老八当枪使，是铁了心的要扳倒天文界。雍正却显得异常平静：“这个折子，朕还在看，是准，还是不准，都请皇上早点批了吧。”嗯，一向不怎么表态的马奇，今天却是第二个发言。